我是秀美啊，哎，欢迎来到九九三啊，九九二啊，那个燃爆星星就在这里啊，我是非常主播美牙啊，咱们有喜欢主播可以咋办？那个主播同志勾一勾啊，然后有想做那个团购啊、管理啊，可以私聊我们麦序上的宝宝啊，这个我就废话不多说了啊，咱们对我叫美牙，我叫美牙，一定要记住我啊，我叫美牙，这个我就废话不多说了啊，咱们可以把那个。小六六扣起来啊，然后下边第一支舞蹈三不四，好吧，就这个歌，然后送给你们。主播可以点点关注啊！哎，别考我，真的，我叫美羊，我不叫秀美，我叫美羊啊！咱们有喜欢主播可以点点关注啊！有那个有想当场控啊的宝宝们可以私聊一下，有丰富的那个叫啥，丰富的这个什么什么好处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啊，等一定要私聊，私聊咱们麦序上的宝宝啊！
厉害什么呀？等会有没有想看的什么舞蹈啊？可以跟人家 扣一扣啊，扣一扣什么像什么猜火车呀、啊，什么加特林啊，什么拖拉机啊，都不能跳啊，都不能跳啊。要不给你们跳一个扇子舞吧，怎么样？跳点温柔点的，还是什么性感一点的，还是带劲点的？什么上和下呀，什么什么都可以啊，都可以的啊。不行，木子你给我看手机干嘛？干嘛？嗨起来，能公平能不能？能不能带劲点啊？能不能带劲点啊？能不能嗨起啊？嗨起来啊！性感点的啊，性感点的，我想一下啊。妈呀，性感点的，好、哦、嘞，好使啊！我就喝口水，我给我打一下。性感点，我觉得我刚跳那个舞就不性感了，真的。有什么性感的舞呀、啊？你们给我起下请托啊！性感一点啊！主播好漂亮，主播好，主播漂亮不是一天两天的啊，性格带劲点的是吧？好的，对啊，你们给我提点醒，像什么曲啊？就是跳的可以性感一点啊，什么六神啊，是吧？是不是？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啊，跳两就给点关注啊，跳一个。跳个迷迭香吧，好吧。Yes, no, maybe, maybe.
感谢我风景哥，感谢我樱花哥，轻轻的，轻轻你来了，正如你轻轻的走了，是吧？这个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喜欢主播，咱们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这个关注啊，关注啊，还有咱们想做场控的宝贝们，可以就是私聊一下咱们麦上去。